在上周六，央行行长周小川、副行长潘功胜在两会当中明确表态，不能够做首付贷之后 ，P2P 平台迅速做出反应。根据银灿咨询统计，17家平台停止了首付贷的相关业务，有1家平台生活贷仍然在发首付贷相关标，那2家借款端，汇理财和花易贷仍然有相关业务展示。停止首付贷的17家平台为：财百通、荷花易贷、合伙人、达人贷、大树云融、生活贷、世联基金、搜狐旗下的搜易贷、搜房网、房天下、天下贷等等。